明月断桥上，后面几波澜，苦咸甘，几心酸，乱心烦。阴云绕青山，人间雨劫难，独纵身，下看一叹。是你名单，真是树倒猢狲散，母妃对不住你，都是母妃不好，我能为你报仇雪恨，你在天之灵切勿怪母妃。本王早就看出你是在装疯卖傻。你怎么？只要你与本王合作，便能为季风报仇雪恨。合作？你把本宫害成这样，还想让本宫与你合作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杀害季风的真正凶手到底是谁？不是你吗？当然不是本王。此案东正司已经查明，凶手为东正司的文书杜慧，而杜慧正是浮于潜伏在我国的虎字藤杀手组织的首领，背后听命于谁？贵妃娘娘，那就不言而喻了。难道是皇后？她为何要杀害风儿？一石二鸟，渔翁得利。华云妮，这个人面兽心的毒妇，我要杀了他为我儿报仇！不仅如此，十五年前我母妃的妖毒案，似乎也与他有关。什么？十五年前？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？息怒，贤妃只是一介孤女，没有家世背景撑腰，陛下只不过是受了她一时的魅惑，动了想升她为贵妃的念头。不行，我绝不允许她升为贵妃，绝不允许。娘娘，此事不仅您不满，皇后也势必心中不快。别看皇后平时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，本宫不信此刻她还坐得住。什么？此毒可以让人妖化？是的，娘娘，苏太医意外发现此妖毒可让人暂时毛发突长，状态如妖，十分可怕。若是将此毒悄悄下给贤妃。不可，此毒诡异霸道，
不可在宫中流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赶紧找人去将它销毁。是。妖毒。皇后娘娘，皇后是介入我，嫉妒贤妃，所以才把妖毒一事透露给我。陛下受美色迷惑，竟想抬贤妃为贵妃，她一个身份低贱的舞姬，何德何能？妹妹稍安勿躁，陛下自有陛下的打算，你我都无法阻拦，听着便是。不可啊！若是今日她被升为贵妃，他日定会取代您的位置，变成后宫的一大祸害。妹妹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只顾着争风吃醋为好，多陪陪风儿吧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何意？此事本宫本不该透露，但同为人母，本宫也感同身受。哎呦，皇后娘娘，您就快快说吧。近日我国与南境和谈，将派一名质子前往南境，陛下他决定派风儿前往。什么？凭什么选我们风儿？不行，我绝不会让我的风儿受苦受难。贵妃为了陛下的寿辰，真是煞费苦心呢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好，好一招借刀杀人。那苏家也是你设计陷害的？苏家，苏家怎么会是我设计陷害的？我记得当时我又怀了一位皇子，皇后就送来苏太医给我开的药，结果不幸滑胎，皇后就在我面前一口咬定苏太医开的药有问题，后来陛下就杀了苏家。你刚才所说可有半句虚言？为师性命担保，绝无半句虚言。我会设法让你跟父皇再见一面，但你要给我一句不差的老实阐述。一定，真的。快追！是。为你多年的兄弟情分上，替风儿报仇。替风儿报仇。何人擅闯长安宫？绿王殿下，太子大婚杀生，犯了大忌讳。你之前求朕留着为师，是不是就等这天给朕添堵啊？父皇，行刺为师之事，并非儿臣所为。不过
刺客现已逃走，儿臣无从解释。那你为何去找为师？陛下，此事必有误会。此话怎讲？楚儿虽痛恨为师，但也不至于胆大妄为，光天化日在长寒宫下手谋害。此事有异，请陛下明察。皇后求情，朕自然给面子。不过绿王既然无法摆脱嫌疑，这东正司的司政恐怕再难扶助。今日朕就革了你东正司的职，往后行事三思而后行，明白吗？儿臣遵旨。都退下吧。母后，多谢母后为儿臣求情。楚儿，你我母子之间不必如此生分客气。母后，儿臣要先回趟东正司交接职务，稍后再来向您请安。去吧，以后常进宫来看看本宫。是。您刚刚为何替绿王说话？看陛下也不是真想追究季楚的责任，本宫顺水推舟给陛下一个台阶下，也落得一个美名，何乐而不为？娘娘高明。陛下，您明知道绿王干不出这鲁莽之事，可绿王的职是担心他有异心吧？若他掌握东正司，又手握鱼符，朕担心往后局势很难控制。啊，那为师的失手，奴家该如何处理？无论如何，他是凤儿的生母，厚葬他吧。是。机会耽误许久，你不必等我，早点休息。殿下，属下就听到这么多。你所言是否属实？卑职不敢欺瞒殿下。后来绿王要带韦氏前去面圣，属下就趁机把他给除了，绿王的人追了出来，幸好属下熟悉皇宫的路线，才没被抓到。这么说来，为氏只是替罪羊，真正的幕后始作俑者是皇后。阿楚，你已被革职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杀害韦氏之人，想必就是皇后。她还会再动手的。
皇后与别国通敌，残害皇子，陷害妃子，哪样罪名都够他受的。待我找到确凿证据，便是皇后一族的死期。殿下，何事？公主那边派人传来消息，她请您明日进宫一叙。知道了。怎么早前没有听你说过这位公主？这位公主便是宫野崎的心上人，名叫纪婉儿，为皇后所出。什么？宫野钟情于自己杀父仇人之女？我知道季楚记恨为贵妃，但他为什么要选在这个节骨眼动手？我得去问问。绿王妃，长公主，她是从玄玉殿过来的。云儿，你来了。刺杀韦贵妃的人是你派去的？云儿，你终于有长进了。我心狠手辣便是长进吗？是不是韦贵妃说了什么？儿臣已然知晓数年前发生的事了。哎，娘娘，十五年前之事是母后所为，母后，儿臣本以为派人刺杀二弟只是您一时糊涂，可没有想到十五年以前您就已经做下如此罪孽深重之事啊。无妨，这都是母后咎由自取。母后，这十五年母后日夜难眠，就只因为做了这件无法弥补的错事。娘娘，那您当年为何要这么做呢？为何？为的都是你。我只有保住这后位，这东宫之位
才可以安稳地落在你的头上。幕后都是在为你筹谋啊。可是孩儿根本就不在乎这东宫之位啊。那是因为你得到了，才有资格说不在乎。这帝王之位有多少人趋之若鹜，你不懂。母后知道你不理解母后的所作所为，你可以去找陛下坦白这件事，母后也就不必每天都痛苦。娘娘，您都是为了太子殿下。娘娘，你是儿臣的母后，你也知道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儿臣最担心的一天还是到了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迟早会理解您的。若云儿知悉此事，那季楚肯定也知道了。那咱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明日你将青儿叫来一叙。是。小姐，我是哪哪都看不惯那个绿王妃，实在是太没规矩了。苏菊，此话不许再说第二遍。可是小姐，明明您和绿王才是最般配的。苏菊，阿楚和绿王妃情投意合，若我想与阿楚成婚，也要先和绿王妃打好关系。哦。季楚和费南一才是无话不谈的灵魂伴侣吧。绿王妃。长公主，来，坐。叫我长公主太生分了，叫我南一吧。南一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无事，就是来看看你。看我，我有什么好看？难道前任和现任还能做朋友？你果然和阿楚说的一样，率性，有趣。哼，他是想说我大大咧咧吧？作为绿王妃，想必不容易吧？刚开始的确是不太容易。但是后来没有了性命之忧，就舒坦多了。你和季楚是怎么认识的？那一年我八岁，宫里来了大梁质子一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我一时好奇，便去了阿楚的院子。给我卸了他的腿，看他还怎么跑。是。住手！长公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大老远便听见有人在这闹的，果不其然，
原来是王总管在这仗势欺人。你就是大梁来的质子吧？以后再对质子这样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还不快滚！是是是。你没事吧？没想到我和阿楚第一次见面竟是那样的窘境。南瓜说的没错，如果不是费南一，季楚在南京的境况肯定更加艰难。婉儿，找我何事？三哥，大哥成亲那日，我带宫野琪去见了母后。他们见面了？嗯。可是母后以给我许了婚配为由，间接拒绝了我和宫野琪的婚事，所以我和宫野琪商量，今日子时，我们两个在金池书斋相见。这，你们要私奔？三哥，婉儿知道只有你能帮我逃出宫阙，求求你了，帮帮婉儿好不好？不帮。为何？其他事，三哥都依着你，唯独这件事，不行。三哥，三哥，婉儿求求你了，一定帮帮婉儿好不好？三哥，三哥。许久不见，南音还是美丽的不可方物。你不也是三寸不烂之舌，走遍天涯海角？我来大梁也有几日了，都没见到你的身影。近几日都在忙些什么？大仇得报后，自然是随心逐爱了。你和公主身份地位悬殊，想必前路困难重重。那又如何？婉儿是我心爱之人，就算前路再难，我也会不顾一切的给她幸福。再者说，今夜我们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嗯，我要带婉儿去这世界上最美的地方，过上闲云野鹤、不问世事的生活。公爷，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免得你坠入深渊，万劫不复。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涯？
牵挂。三只红带在点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，我又何必张望，你总不是我的远方。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是遗忘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，重复着假象还向往。情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悄然伤亡，让人心伤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。